做嚟做去都系啲健身运动，唔知道有冇其他运动可以挑战一下呢？咁今日咧，我哋就会做第二个 Pilates 嘅动作咧，就系、是、用弹力带嘅。咁呢个弹力带今日嘅动作咧，就系、是、练大家个膊头嘅。咁我哋首先分开嗰个弹力带，之后咧就坐喺个弹力带嘅中间。大家注意喎，兩邊咧都要同一個長度嘅，冇一個短過第二個喎。咁我哋就擺彈力帶咧，咁樣呢個姿勢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兩隻手好似個 U 字形嘅，我哋吸氣準備收腹，呼氣推兩隻手向住天花板，吸氣落翻嚟，係就係咁簡單噶啦。再嚟呼氣上，吸氣落，呢個動作咧，大家可以大概做十次。就可以幫你哋練到你哋個膊頭肌肉，會強化你哋個膊頭肌肉。第二個動作咧，就係幫助大家練三頭肌嘅，強化三頭肌嘅。OK， 咁咧，我哋就分開個彈力帶咧，擺喺地下，用右手揸住，左腳踩落去，係啦，右腳少少向後，前邊只腳微微曲嘅。然之後咧，咁樣個手伸直向住天花板，手臂咧就貼住塊面，上身微微向前就得噶啦嚇。然之後咧，另外嗰隻手就擺喺腰，收緊啲腹肌，沉低個右邊個膊頭。我哋吸氣，屈手踭，呼氣再伸直翻，屈手踭嗰下係屈到90度角就夠噶啦。然之後伸直翻，盡量咧個手臂貼住塊面，一路係向住前邊嘅。呼氣上，吸氣落，大概做12下至到15下，同埋記得做埋另外一邊啦。想食甜品又怕肥，等我介紹你呢款啫喱啦。首先預備1升滾水，沖入1至2個綠茶茶包，1分鐘之後將茶包拎出嚟，將1包冇味嘅啫喱粉加入熱茶入面，再攪拌至粉末完全溶解，最後將啫喱放入容器，雪入雪櫃1晚，這個健康甜品就大功告成了。